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吞噬星空》，作者我吃西红柿，播讲独家出品，第169集。罗峰点头，我明白，你有什么建议？一，武者修炼你必须重视，不能放下。二，主人留下的掌控篇、幻术篇都是基础，你必须全部学习。而杂篇更是我陨墨星一脉的精华所在。你是我陨墨星传人，这些珍贵秘法你是肯定要学的。你将来走掌控师路线还是走幻术师路线，你自己选。三，再拿出点时间，你跟我学习宇宙通用语。罗峰听得哑然失笑，巴巴塔说的三点建议，可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都是必须做到，其中第二点也只是让自己选择走掌控师路线还是走幻术师路线。这宇宙通用语不是有翻译软件吗？罗峰开口，地球上都有翻译软件，宇宙中还可能没有？有必要辛辛苦苦学习一门语言吗？说实话，罗峰最不喜欢学习语言，当初上学时候文化课，其中英语这一门外语虽然12年学习大多听得懂，也能结结巴巴说出来，可是和其他同学比，外语是罗峰的弱项。幸好高考不专考外语，不过高考罗峰依旧是悲剧了。一定得学，在浩瀚宇宙中虽然说可以用翻译软件，可是如果谁不懂宇宙通用语会被人瞧不起的，人家会说你是从某个野蛮落后的地方出来的。但凡有点地位的，谁不是一口流利的宇宙通用语？你可是陨墨一脉传人，怎么能不会说宇宙通用语呢？巴巴塔那一双血红色眼睛要瞪出眼眶子似的。好吧，我学。罗峰连忙点头。嗯。巴巴塔满意点点头。巴巴塔，这武者修炼，我是精神念师，修炼出强悍身体就行了，其他方面最多身法修炼一下，其他的就没必要了吧。罗峰道。目光短浅。巴巴塔气得将手中半个苹果砸地上。我跟你讲，宇宙中主要分两大派别，一个是武者，一个是精神念师，两者谁强谁弱并无定论，只是精神念师手段更加繁杂诡异。武者想要突破提高，必须重视精神和意志，精神念师要提高也必须重视身体和基因元能。现在看不出来，可是宇宙级特别是狱主界主在精神意志元能身体境界等各方面要求都高。一个木桶想要存放更多的水是看最短的一块木板，所以武者修炼绝对不能落后。你现在武者方面太弱太弱，身体力量发挥才 3.5， 刀法身法还都是基础。罗峰连忙道，我刀法已经是专精层次，身法是完美级。那是你们地球的说法。巴巴塔不屑昂起脑袋，按照宇宙中的划分，你的刀法身法都只能算是在基础境界，属于最低的一个境界，你的身体发力才 3.5， 更是低得可怜。在我陨墨星，学徒九阶的平均水准是发力达到10。10？罗峰有些吃惊，这可是比雷神还要高。而且，你们地球的修炼大有问题。比如说，蛮力是100万公斤，发力是3倍，你们攻击冲击力为300万公斤。速度也能大幅度提高，那为什么防御不能振幅？罗峰皱眉，攻击速度都能振幅，防御上地球武者们一直在研究，只是防御上一直没有办法做到振幅。武者修炼回头你自己慢慢研究，不懂得问我。巴巴塔一挥手，罗峰面前立刻出现了华丽的条形玻璃桌，玻璃桌旁有六把椅子，远处书架上适合罗峰在行星级时武者修炼的所有书籍全都飞到桌上。这些你慢慢研究。巴巴塔又是一挥手，
那一层关于晶石念世术起也全部飞过来。你的重心当然是这些，特别是杂篇，杂篇书籍必须认真学习，杂篇书籍每本都是金色封面，很显眼。罗峰目光一扫，那堆书籍中的确有超过十本是金色封面，其他的都是黑色封面。随意拿起一本金色封面书籍，魂意，书的上方是不起眼两个小字，杂篇。又拿起一本金色书籍，虚空之塔，旁边也有杂篇两个小字。第三本书夺舍，第四本书籍六芒。每本书籍都博大精深，比如魂印，主人之所以能控制九大不朽奴仆，就是靠着魂印秘法。给你留下的传承魂印也是靠着秘法。魂印一道非常玄奥神秘，你手上的只是基础，等你学会，我再给你魂印第二本。这可是我陨墨一脉独门秘法，绝对不外传的。罗峰不由连忙拿起这本魂印书籍，这可是宝贝啊，控制奴仆，而且还能让奴仆有自我意识，还能自我修炼，了不起。虚空之塔更是我陨墨一派灵魂防御的绝顶秘法，就是之前主子的亲传弟子也只有一个得到传授。主人在世的时候，这些秘法难得才传授一个给亲传弟子，而且还不会将一种秘法全部传授。你运气好，所有秘法都有，而且还是全的。罗峰心中开心得很，教会徒弟饿死师父，自己的老师活着的时候或许难得才传授一个秘法，可自知必死之后，当然是将全部秘法都留下。宝藏，这才是真正宝藏。掌控篇、幻术篇虽然也很重要，可是其他不朽强者也有，可杂篇中的种种独门秘法，或是防御，或是攻击，或是幻术，或是拼命之法，或是控制奴役，都非常玄奇诡异。宇宙当中想得到这样一种秘法，都要大气运或者是无数宝贝去换，而罗峰一下子得到了一堆，从行星级到界主，整个陨墨星一脉全部都是齐全的。在虚拟空间翻看书籍许久之后，罗峰感到意识一阵刺痛，修炼室中罗峰身体变得模糊，而后消失在虚拟空间修炼室中。哦，三个小时了，融合到最后一步了。巴巴塔嘿嘿笑了。天津城暂居的别墅二楼练武厅，外面大雪飘飞，然而罗峰的尸骸中正发生惊人变化。尸骸中，浩瀚的尸骸中仅仅只有一个微型星球，泛着光晕的微型星球。这颗微型星球是由密密麻麻透明金字塔晶体聚合形成星球，它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整个微型星球都在发出一股无形气波动。微型星球内核，一根菱形血红色晶体正在微型星球最核心，无形的血红色丝线以这菱形血红色晶体为核心遍布整个微型星球。吃吃，无数血红色丝线不断融入整个微型星球，一阵阵刺痛，那是灵魂在战栗。只见整个微型星球以肉眼可见速度迅速开始逐渐变红，从之前近乎透明逐渐的变得淡淡的粉色浅红，浸透整个微型星球的通红，直至最后变成了和血红色晶体一模一样的血红色。微型星球在蜕变中似乎都缩小了一号。好舒服啊，罗峰舒坦无比。罗峰，恭喜你度过最难的一关，一般的精神念师是无法施展我陨墨一脉秘法的，必须先将念力改变，过去在陨墨星都是靠自己，耗费很久很久，而你有主人帮忙度过这一关了。巴巴塔喜悦万分。巴巴塔，我灵魂核心那血红色晶体还没有消失，怎么回事？罗峰问道。那是传承魂印，主人以为将来的弟子会比较强，可你才行星级一阶，传承魂印没有消耗光就已经完成转换成功，现在你已经入门，不过你还只是学徒九阶武者。那么事不宜迟，
你就先踏入行星级武者层次。罗峰一喜，自己是行星级一阶精神念师，不过却只是战神巅峰的武者罢了。你意识精神都足够，身体也到学徒九阶巅峰，容易得很，几个呼吸的功夫就成了。巴巴塔连忙道，像罗峰这样条件都足够的，时刻都能突破到行星级一阶武者。不过巴巴塔还是交给罗峰连续九个动作，有点类似于导引术。当施展第一个动作时候，罗峰就感觉全身开始发热，随着一个个动作进行，全身每一个细胞都仿佛沸腾了，各个细胞中潜伏着没能吸收的基因元能开始仿佛滴滴水滴开始汇聚，水珠汇聚成水流，汇聚成小溪河流，一股热流来自于全身，不断旋转聚集，最后汇聚在罗峰腹部丹田位置。轰隆，精神念师和武者有着一根本区别，精神念师的本源是在头部中的识海，而武者的本源是在腹部丹田。丹田中仿佛盘古开天地般，原本根本不存在丹田瞬间轰然打开，那旋转基因元能加速旋转，不停地膨胀收缩，每一次膨胀收缩之后体积更小，罗峰只感觉到意识都仿佛一阵战栗，身体都是一颤。成功了，广阔丹田中出现了一颗微型星球，不同于识海中微型星球刚刚诞生时是透明的，丹田中这一颗微型星球竟然是金色的。整个金色微型星球实际上是由一颗颗金色六面晶体大量聚合形成统一整体，金色微型星球在不断自转着，同时发出一阵阵奇异波动。基因元能，罗峰心中一动，一丝金色元能瞬间飞出丹田流入身体。一瞬间，罗峰全身骨骼骨髓皮膜经脉内脏等每一处都在迅速发生变化，这一次蜕变比上一次精神念力跨入行星级时还要夸张。罗峰只感觉自己的骨骼仿佛被敲碎了，然后再次凝聚。我来瞧瞧你的特殊能力是什么。巴巴塔怪笑道，别紧张，基因元能才是最适合改造身体的，它改造身体的幅度可比精神念力改造夸张多了。哦，竟然是金刚身，哼，罗峰，你的运气不错哦。巴巴塔开心万分，而身体改造还在进行当中，罗峰全身都在飞跃性的不断变强，比一般武者跨入行星级时要夸张多了。想当初李耀跨入行星级，虽然身体也蜕变，可蜕变幅度是远没有罗峰夸张的，全身各个部分的蜕变中最夸张的是骨骼，罗峰的骨骼就仿佛被不断的敲打锻炼一般，那咔咔咔的声音甚至于透出罗峰身体。如果有人这时来到二楼练武厅，都能隐约听到咔咔咔的骨骼被一次次锻造蜕变产生声音。巴巴塔，你说金刚身，金刚身是什么？罗峰连忙问道。在学徒级时，精神念师优势非常大，不过一旦踏入行星级，武者也拥有他们的手段，这就是特殊能力。不同的行星级武者，有的人特殊能力是火焰，有的人特殊能力是光线，这就是你们地球人最基本的说法。在宇宙中，各种特殊能力其实主要是被归纳成八大类，金木水火土风雷电光线这八大类，你的就是金属性中比较难得的金刚身。罗峰听得很疑惑。简单说，因为体质灵魂的不同，你们身体所吸收的宇宙能量其实是不一样的，这转换形成的基因元能当然也不一样。基因元能主分金木水火土雷电风光线八种属性，而你们的特别能力就是基因元能赋予的，也可以分八大类，可每一个大类还能分很多种。如火这一大类，也可分火焰人、炼火等很多种。就算同样的炼火，同样行星级一阶，控制的炼火，有的温度更高。罗峰总算听明白了，
其实八大类彼此没谁高谁低之分，任何一类中都有非常强特殊能力，任何一类中也有非常弱特殊能力，而罗峰自己就是金这一类下的金刚身。别墅二楼练武厅中，冲洗一下，刚刚蜕变完毕，罗峰就进入浴室，躺在浴缸中泡澡。浴室窗户外是大雪纷飞，躺在浴缸内，罗峰意识和巴巴塔交流。金刚身代表同一层次，你的骨骼肌肉会比其他武者更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能力。因为骨骼肌肉强，你就能爆发更强力量，攻击也能更强，这可以令你攻击、速度、防御都强。特别是防御，你的基因原能一旦融合在肌肉皮肤表层，你的防御会很惊人，所以金刚身是很难得的。一般金属性特殊能力中最常见的是锋利，让攻击具有更强的穿透力。罗峰微微点头，拥有金刚身这个能力罗峰很满意，等于同层次他可以比其他人拥有更强身体，且防御还那般惊人。金刚身，罗峰心一动，基因原能立刻融入到肌肉皮肤表层，罗峰都能清晰看到自己的皮肤似乎都隐隐有着金属光泽。罗峰从浴缸中走出来，站在旁边镜子旁，镜子具有加热去污功能，镜子中的罗峰就仿佛一尊战神，那隐隐有着金属光泽的全身，单单肉眼看都能感觉那强大力量。各位听众朋友，本集播放完毕，我们下集再见。